这次任务是定点清除，主要是配合公安进行一场剿灭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歼灭战。这位大家都见过，是我的老战友，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文长林总队长。下面有请温总队长给大家进行战斗简报。 大家好，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任务情况。金海地区是我省乃至全国的重要黄金产地，该地区位于亚热带丛林山地，交通不便，只有一条公路。当地有大小金矿100多个，其中国营3个，是我省的重点企业。 这是金海地区地图，你们大家从这张地图上清楚地可以看到，所有地区和矿区全部位于山区。大家注意，从前年起，当地出现了一股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，在当地成为一霸。这就是他们的老大刘海生，他是当地的土生土长的。 公安头，有钱有功夫，不怕死。他胆大妄为，所以很快的成为了金海地区的霸主。刘海生在当地是为非作歹，还跟境外的黑社会取得联系。我们警方等待半年，也没有找到抓捕的时机。省厅上报公安部、省委、省政法委批准，决定对刘海生犯罪集团。 采取果断措施，一举铲除该犯罪集团。这次之所以动用红细胞特别行动小组，不是因为金海的情况复杂，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人的出现。他的代号“蝎子”，这可不是个小角色。 他是驰名海外的国际杀手，在你们当中，好多人还没出生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在丛林中打游击战了，还去了东欧的特种部队留学。他学习的是狙击手，后来，他去了外籍兵团当兵，狙击手、突击队员，他还是外籍兵团第一个亚裔的军师长。 这个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这是我儿子的照片。我的儿子就是死在他的手上。你们不要小视他，这个人。 心狠手辣，技能全面，经验极其丰富。他就是你们的第二号人物，干掉他！报告，参谋长，我们一定会干掉他，血债交还，血债交还。小伙子们，拜托了，请首长放心，报告完成任务。 各自准备，30分钟以后出发。是。
蝎子，战友，什么战友？何晨光。 认识我？认识。您应该是认识我爸爸吧？他也是解放军。对。您和他是战友吧？如果说战友就是在一起打过仗的话，我跟你爸爸似的。啊，叔叔好。孩子，我是特为来找你的，答应叔叔一件事情好吗？您说。 再好，一枪照样撂倒。他在明处，咱们在暗处，我还不相信了，还干不倒他了。哎呀，你可别掉以轻心了。一号跟五号都说过了，这小子可不是什么善茬。哎呀，你看这个人的眼睛，这个人的手上肯定有很多血债，这个人绝对心狠手黑。牛哥。 你以前在你们村儿学过看相啊？俺们村的屠户都是这个眼神。好了，小道员，宣布吧。贾玉庆，何晨光，你担任第一狙击手。 有点紧张吗？没有。 你的眼神里有别的东西。我小时候见过他，虽然印象很模糊。何晨光，注意力集中。这个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很多，你现在担任的是狙击任务，我要求你做到注意力绝对集中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王彦斌，到。你担任他的观察手。 怎么了？有意见吗？如果有什么意见，你现在提出来。如果到了任务区，就别再跟我扯淡。报告，我想知道为什么让我做观察手，而不是狙击手。你觉得观察手不重要是吧？报告，我从来没有说我观察手不重要，我是想知道为什么让我做观察手，而不是狙击手。因为你跟他最熟悉，你们两个配合的最默契。 狙击手和观察手一定要默契的像一个人。如果你做第二狙击手，
那么谁和他能做到完全的默契？李尚廷到，你是第二狙击手。啊，徐天龙到，你担任他的观察手。是。报告，什么事儿？俺认为王彦斌比俺更适合做第二狙击手。李尚廷，别跟我讨价还价。现在是在战场上，你在执行任务。你们的对手是一个资深的狙击手，不是闹着玩的。给我闭嘴！报告，如果你想退出的话，我可以马上安排你空降，你信不信？报告，阿拓。王彦斌，到。有问题吗？我服从命令。宋康飞，到。你担任警戒和火力支援。是。好，同志们，这是你们的第一次实战，我理解你们复杂的心情。但你们是军人，是特战队员，是红细胞，你们是最优秀的特战队员吗？是，组长。做好准备了吗？时刻准备着。红细胞，做先锋。